保镖队员集合，但在岛出现神秘传送门，请所有队员登城警戒。哇哦！兄弟们，自从新赛季来袭，但在岛就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，可是城堡大门却有一道神秘的传送门，当你靠近它，就会显示神秘通道正在凝聚成型中，仿佛它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嗯，可是辉哥，咱们根本进不去啊！奇怪，不能进的传送门还是头一次见，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呀。那可不一定，据说这赛季来了一个燕心龙女傅瑞，她重生之后法力强大，肯定有办法能进去。那好呀，咱们快去请她帮忙，她现在搁哪儿呢？毛河店啊！兄弟们，为了解开传送门的秘密，辉哥我也是下了血本啊，8000弹币换了800个许愿币，只希望刚毅手下留情，不要让咱们打保底。第一个失联走起。啊，是紫光，难道是紫皮？必须的。哎呀，咱们的手气不错呀，第一个失联就出来新紫皮精灵法师月哥，不得不说他这造型还是很好看的嘛。既然本赛季辉哥我脱飞入欧，那就抓紧继续。又是紫瓜，看看是什么宝贝。骑士断刃啊，一个配饰、啊、还可以。那第三个失联，请给我至臻吧。我的是采光，难道咱们真的中了？做梦呢！啊，对啊，怎么是个至臻头饰啊？我说，臭刚毅的皮肤咱们也不能心急。第四个失联走你。啊，又是紫光，那是不是第二个紫皮也到手了？不可能。不是，怎么又给我出配饰？我想要皮肤啊，臭刚毅，求求你就给我好吧。你好。哎呦哇，还真是个皮肤，只可惜是个普通蓝皮。刚毅啊刚毅，你是真坑蛋。那第六个失联，能不能给我点好东西？ No。 那第七个失联，好呀，这不是非常帅气的赛季紫皮破石骑士凯恩吧？可以可以，现在就剩赛季之战了，加足马力开冲。第八个失联走。第九个失联。第十个失联。第十一个失联。我等二，咱们又是你一个破蓝皮。15个失联出至臻，现在已经抽了11个，咱们这是在向着大保底一路冲锋呀！我不服，刚毅。你说什么？别，刚毅大大，我错了行不行？你就给我点好的吧。喂，完了，兄弟们，这下真的要大保底了，谁能来救救我？来了，老弟。哎呦啊，还得是赛季主角靠谱呀！一共用了130抽抽出至臻，现在只剩下68个许愿币，我这不玩又亏了，烂了。不过现在不是心疼单币的时候，咱们还要去探索传送门背后的秘密，抓紧抓紧。我进我进我进进进，那不是，这怎么还是进不去？嘿，辉哥，你把皮肤给我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拿来吧你。啊，我现在都脱光了，你可以说了吧。那当然是因为刚毅还没更新剧情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哈哈，辉哥，每个赛季都有它的专属剧情，随着剧情推进，岛屿上的关卡和互动道具才会更新。好家伙，那我不是等它更新就能进了？等一下，原来这是你们提前商量好来忽悠我臭皮肤的呀。兄弟们快溜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你们一个个的给我等着。